继续新闻现场，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峰会正在举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出席在南非这边举办的金砖会议，而在这个会议前夕，他跟南非的总统拉马佛沙来会面。习近平他也提出了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的概念。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新时代实现更大发展，推动全球南方国家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深化金砖国家团结合作，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习近平他这趟行程呢，不是只有在南非这边进行国事访问，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出席金砖峰会，提高的是金砖国家在全球政经地位当中不可取代性。当然现在西方媒体有非常多的解读，好，认为说习近平他主导金砖十多年来，这一届会议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要讨论扩容，就是扩大更多的成员国的意思。好，除了想要跟美国主导的 G7 来分庭抗礼之外，还想要靠着金砖市场来缓解大陆的国内经济压力。好，但是呢，习近平他在见完这个南非总统之后，却是意外的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他们的这个论坛，改由大陆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来代为发言。不过对此，大陆官方是没有进一步的多做解释的，也引发了外界的一些猜测。好，在这一届的南非举办的金砖国家会议当中，一个非常重点的讨论议题就是去美元化。巴西总统鲁拉他就抛出了这样的议题，他提出了主张集团纳入新成员跟采用共同货币的说法。A adoção de unidade de conta de referência para o comércio que não substituirá nossas moedas。好，其实鲁拉他不是在第一次谈到了要加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必要性，他也确保说是为了金砖的集团提供更好的信贷条件。另外，巴西政府也在研究跟阿根廷交易当中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当然，这样子的做法是去风险化，好，有便呢在这个万一发生经济危机的话，可以帮助邻国。而同时间，巴西总统他也说了，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找到美元的替代选择，并且主张在不影响本国货币的状况下创建共同货币。好，同时间俄罗斯总统普丁他也有出席金砖峰会，但是他是透过视讯会议的方式出席的。好，普丁他同时也强调说会详细跟成员国来讨论这些贸易的方式，要使用这个美国结算转向本国货币结算的问题。而同时间他也强调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去美元化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Всю объективный, необратимый процесс дедолларизации наших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связей.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ся усилия по отработке эффектив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взаимных расчетов и валютно-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 доля доллара в экспортно-импортных операциях в рамках БРИКС снижается.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она составила всего лишь 28,7%. К слову, в ходе нынешнего саммита мы еще подробно обсудим весь спектр вопросо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переходом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алюты 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ятерки.好，再要来看到是中非之间在南海仁爱礁这边的主权争议不断针锋相对。好，先前呢，这个大陆就派出了海警船，是以水炮的方式射击了这个菲律宾的船只。而事件在昨天有了个最新的发展，大陆的海警局现在就表示了，菲律宾出动了运补船，要给仁爱礁上头的废弃军舰上的人员补给生活物资。而大陆现在说是以人道主义作为考量，让菲国的船只成功补给。当天，菲方的两艘运补船和两艘海警船擅自进入到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菲船只进行严正警告，全程跟监，有效规制。由于这些船只并未搭载用于大规模加固违规建材，中方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做出了临时性的特殊安排。
菲国当局自从1999年开始，就向这个二战时期的登陆舰马德雷山号搁浅在仁爱礁这边，当然就是要宣示主权，并且派兵驻守。好，用这个理由的方式认为说他们在仁爱礁是拥有主权的，但是这样的举动让大陆非常的不满，大陆就抨击说这是错滩。根据相关的报道，菲律宾的两艘补给船还有两艘海警船在22号进入了仁爱礁附近的海域，大陆同时也出动了至少4艘的民兵船，其中3艘就封锁位置，在确认菲律宾没有运送大规模的加固违建的建材，让菲国的船只运送生活的必需物资。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1000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